很多人了解。我老子你老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七二王。大家猜一猜我们屋头今天晚上吃啥子？噔噔噔噔，我是两家的喂粮食的主角干。哎呦，这个萝卜好大。嘿嘿嘿，回去回去。全部过好自觉哟，我出去扯萝卜，那都不是都把水烧起了。我不烧起，今天那杯子上那个烧得上的嘛。嗯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行，跟卷毛过来，卷毛我在煮脚，我去削萝卜了。这个萝卜比我脸都大。水、姜、葱、辣椒油，很多人了解。我老子你老实。穿着进来嘛呀。这个油多一下子热腾腾也不是。我这儿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很好吃了，这个是春天的。哇哦，嘿嘿，孩子好香哦。再等个二十分钟就可以吃饭咯。火串大点哈，宝宝。吃饭喽！吃个猪叉叉。哇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个赞哦，拜拜。